好，工会的标志我们要选什么？选一只龙，还可以挂台湾 logo， 中华民国国旗，这么屌！这个游戏真的屌，他做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太屌了！中华民国国旗，哇操！我没有看过哪一款游戏敢把中华民国国旗做在里面，真的太屌了！龙族起源这款游戏必须玩，太屌了！今天玩的是一款新国战游戏《龙族起源》，来体验一下。这个也是台韩互打，有啊，最近蛮多主播在玩的啊。我算比较晚开局，今天才开局。这外形目前是僵尸，但是应该是要抽卡一下啊。我先把身上的卡抽一抽，看一下能不能换些装备啊。赚钱要赚到多少才可以？还是赚到死？哎、欸，我讲真的，就是那个我生活平衡的情况下，我中红变了。这红变，哇，这么好中，中红变了，我可以换红变了。这卡感觉红变没有很难抽啊，还是红变只是蓝卡阶级？我等等看一下，哦，都蛮多卡池的。看一下它的变身是哦，蓝之后没有啦，绿之后是接蓝，我蓝都还没中就中红啦，红之后是紫啊，紫完再金，所以我是直接中红哎、欸。异端者这可以收吧，然后换这个，哎呦，我有红变咯，稍微变强了。龙族在以前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IP， 小时候哦，那个时候去网咖打电动。都会看到网咖里面贴很多那个龙族的海报，然后看到很多人都在那个打电动在打龙族，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我也不能在网咖待太久，会被我爸妈扁，所以我小时候是没有体验过龙族这款游戏啊。今天刚好有这个荣幸、哦、玩这款游戏给大家看，我觉得哎，就是算圆了小时候的一个没有玩过的遗憾，算是龙族的手游作同个 IP 吧。我们来看一下商城的礼包有什么好买的，好了。30万金币，韩国加油礼包，台湾加油礼包，这个是给 buff 药水啦，这之后再买就好了，因为我现在身上还有。这一包是新手变身钻石礼包，来看一下它礼包，钻石1320，上级变身卡11次10个，然后卖790，可以买10包。我觉得要先买抽卡的，先弄变身吧。那、啊、这礼包，哦，这礼包有多、哦，这礼包有料哦，这个建议还是买一些自己用得到的就好了。2585有保底子变，你说哪一包啊？你说这个哦，传说变身确定礼包，保底子有东西哦，保底子啊，哇靠啊，这有保底子，宠物传奇，哇靠，5000多直接确定子变子娃，这么屌。好，我现在身上有了8720的钻石，然后一张子变，一张子娃，看一下会中什么。哎呦，跑动化哦，被闪电电到哦，紫闪电哦。大小，哦，有龙在叫，凤凰，听起来很屌，凤凰可以啊，很好，再一次紫变，不是啦，这怎么可以一条龙？你家刷卡刷到整集都刷卡，整场直播都在刷卡，刷不完好不好？这怎么一条龙啦？乌尔克禁卫兵，怎么这僵尸系的？有没有帅一点的？我长得那么帅。一直给我僵尸，你们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来，我换变身，什么职业？哈，近战。我是不要转卡吧？9900，这个我收。近战的会变近战吗？我试试看，等一下我试试看近战能不能用。我看它能不能变攻击。靠背可以啊，我变近战变身也是可以扁怪、欸。武器会掉吗？武器还是可以拿，大小。那我到底为什么要转卡？我直接收就好了，靠背。我看一下近战跟远战的差别在哪里。近战伤害加20，近战命中哦。然后这个远程是加远程命中，就是数值有差啦。靠背好像真的要转一下。然后我这个是也是近战，笑死，近战命中。我虽然是红边，但是我没有远程命中。宁缺毋滥哦。我这应该转是不是？啊，我先看一下凤凰啊，凤凰可以换吧？宠物可以换的啦。这个凤凰。应该可以吧，听起来超屌，凤凰、欸、被祝福的凤凰，近战命中杀小啦，你自己看，我凤凰也、欸、是近战啊，这是整我是不是啊？要转两张哦，我看看能不能拿近战武器，这不行啦，我是职业选攻手，我不能换近战武器啦，靠背哦、喔。他这个变身应该算好抽哦，所以我觉得他去转这个卡是 不划算。之后感觉如果会中很多纸变的话，我可以入工会了。他卡送很多佛心哦，对啊，感觉用送了就好啦。老爹也是转了就中攻手了，老爹有转哦，这是老爹你干嘛、啊？老爹你直接收会死哦，钱多了不起是不是啊？
我看一下我们是不是韩的前面几名都韩仔公会杀小韩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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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韩仔好多，还是我们入韩仔盟，打不赢就加入，感觉韩仔自己会打起来。算我们串个公会，我们叫我爱周子瑜，我爱周子瑜，公会自由方针，严格的严格严格。订阅令狐冲爷爷，把令狐冲爷爷当永远的神。好，公会的标志我们要选什么？选一只龙，还可以挂台湾 logo， 中华民国国旗，这么屌，这个游戏真的屌。他做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太屌了！中华民国国旗，哇操！我没有看过哪一款游戏敢把中华民国国旗做在里面，真的太屌了！龙族起源这款游戏必须玩，你懂这个东西对我们台湾人的意义是什么吗？我今天刷卡刷的每一分钱，我都心甘情愿，我都心甘情愿。我还在那个感动中，你懂吗？我还在那个感动，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们，但是太有意义了，太有意义了。好开心！我真的，我真的哭了，我哭了，我哭了，真的牛逼啊！钻石31000转卡了，兄弟，转卡了，宠物，转卡直接转。我看一下他裸抽多少钱好不好？我今天还没看裸抽，那召唤他裸抽，这个没钱，目前是美金币，裸抽多少钱啊？1200，那也没有到很好抽哎。那娃娃我觉得要转，娃娃要转一下，转吧，转一次，拜托攻手，攻手。攻手，攻手，拜托，拜托啦，拜托，拜托，求你！克尔贝罗斯，这看起来像是攻手用的宠物吗？像吗？怎么是近战啊？不是啊，这个要收了啦，这没办法、啊，他那个转卡真的太贵了。我早知道我刚才都不转，省2万钻，说不定我去抽就抽到了。不可能转第二次啊！经验值额外获得才3%，其实你可以用红的，因为他也没有强到哪里去。你还是可以继续用红的，他经验值才多少？才多 5% 呢、啊。好，那我蛮多东西可以开的，我看一下，技能兑换券是不是都是蓝色的哦？有没有红色的？全部蓝技，哇塞！哦，红布2张，红布2张，红布3张，赚烂啦！1张2张，哦，2张红布有啦，是不是？制作可以做红五哦。应该先做红五，哇靠，可以做红五，最高级皮革，高级线团，金币要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。Are there any coupons? Sure, look up, OK, lots of coupon here, OK。韩国人都来要优惠券了，成功的国民外交，成功国民外交。对啊，活动可以做红箱子，我、哦、还有那个啦，对了，还有那个制作，这边有活动啦，可以做红箱子跟纸箱子，就是圣骑士头盔、血石项链跟扩件。你要买那个啦，就可以做红装啦，防具头盔有吗？圣骑士头盔要加6的320，来我们做一个试试看啦，做一个，很好，来我们做红装了，这红装其实算好做了，你就是这样准备好之后，然后去做这个，点下去就过了。你看我这样 60% 这边有写 60%， 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很简单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不过了。60% 的几率，要怎么失败啊？用自信轻松的就点出来，有没有？是不是红装出来了？就这么简单哦。红宝石的项链啊，啊，我有啦，靠背哦。那只能点它啦，冲加五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冲过加五就继续开，没过加五就关台，超级衰。我可以卖。我说卖身上的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身上的可以卖哦。早说，你早说，能卖但是要卖啊！太爽了，月亮。看他现在卖多少？4匹红宝石项链12000，这么贵哦，赚烂喽！薛烂11800，竟然是项链啊！赚烂了！哎呀，你也知道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你看这款游戏就是一个能够赚钱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很简单。像我刚才那样做，才花个几千钻、可能不到几千，1000多钻，弄出一个10000多钻的东西，真正能够赚钱的游戏《龙族起源》，好不好？玩起来，聊天室置顶的连结点起来，1000变10000啊，直接翻10倍！我去澳门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去澳门钱越玩越少，《龙族起源》钱越玩越多，赚烂，真的赚烂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不喜欢，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呵呵。